东的4664跟庆国村宝岛东向二列车，玉里镇是10:50开车，沿途停靠在由护理池上关山三里台东等站，这个绿旅途快。浏览，然后欣赏完毕之后才开始发放纪念品。那所以大家待会可以先看一下我们周遭窗外的风景。那待会纪念品发给大家以后啊，请大家务必自己保管好哦，因为它也是我们副品发的。我想说是会有纪念套票，会有纪念的套票，好棒哦，好棒哦。然后啊，大家下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，进出车厢的时候月台会有高低的落差。只要你喜欢他那个照片。
所以待会我会看大家的票上面是三车的才会发纪念品给各位，但是拿到其他车厢的乘客不用担心，就变成要请你们回到原本的车厢找随车人员的拿就可以了。Thank you.
Thank you.
对，我们的随身人员都是在车上，只是就是贵重品还是建议您随身保管。对，我刚刚只看到绿灯。是不至于，可是毕竟今天活动是属于开放式的，车厢就是大家到站之后，车厢门是开放式的，就是随时想要回来是可以回来的。那建议您真的贵重品是带走到交通局去。啊！今天周边要转，好啊好啊，好啊！好啊好啊啊你来我来，再给来我啦。背这个上面，因为我这个头已经是上面嘛，但是我已经要上面。阿伟，双兄弟，阿你彩票要咩无？神的，你两边啊？啊！你两边留你无啦？哎，留你无啦？啊！我准备好啊。我在开玩笑，我想要跟别人说，咩难咩？咩得人做？12:04，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记得12:04以前要进来车厢哦。那样又要再次跟大家提醒，上下车厢要注意会有票比落差，还有月台的间隙。那在富里，抱歉，富里车站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景点，就是在车站附近有一个百年的小教堂。那它有一个蓝色的巴洛克风格的门，算是一个蛮特别的一个建筑物，所以它一直都有蓝色教堂的一个名称。那它的位置会是。我们出了富里车站之后，大概在1:00的方向，那往1:00的方向走的时候，还会经过一个洗衣亭，也算是当时候，富里镇人民会在那边洗衣的一个地方。那待会我们可以在这两个地方可以稍微拍照跟观赏一下。怎么样？哦，走，我的脚程大概是10分钟里面可以。是被雇了，好讲，这放出来的那一台，他是本东那不被雇啦，多久了？本东那不是被雇啦，那也算到吧？是。
机啊？不是，不是，拿秘书的。又带去。拿秘书的，而且就是我都是天花板的预定。放在里面吧，放在里面。对，放在里面。
差别的，我想到你刚才掉到那个下面，还有半身。